观众朋友午安，欢迎下午的2:40收看九四要赚钱趋势百分百，我是许晶晶。我们看看台股今天的表现，台股今天全指股普遍都走弱了，而且看到台积电、鸿海、联发科都下跌将近有1%这么多，而且金控族群在今天持续探低的状况，市场追价的意愿也不是很足，所以整个大盘看起来有点压抑闷闷的。中场是小跌了33点，收在15420，但成交量能偏低哦，缩到了1897亿，大家在等什么呢？今天你有没有进场呢？其实我们节目专家哦，欣姐老师在上个礼拜我就提醒大家喽，礼拜一不管是开高还是开低，都是保守为上，因为小心才能使得万年船哦。但是如果你今天进场了，忍不住追高了，被套住了怎么办？赶快请教我们的专家，欢迎到的是轮源投顾王信杰分析师，欢迎您。哎，晶晶好，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午安。是的，老师在上礼拜就跟大家提醒了，不要随便跟风哈。但是我想今天早上这个开高啊，还是会有很多人忍不住要进去啦。不过看到今天连内资都变冷淡了，在等礼拜三、礼拜四，就是那个礼拜三跨到礼拜四那个联准会公布的这个开会结果嘛。但是老师上礼拜就跟大家提醒了几个情境分析，对不对？是不是老师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情境分析可能会导向哪个方向，以及多空到底要怎么样来应对？好，我想没有错，整个今天也看大家看到整个量缩到剩下不到1900亿的成交量，那我相信除了说整个市场应该比较属于观望，所谓的一个这礼拜以台北时间是这礼拜是清晨2点联准会的一个会后的一个声明的一个动作，那到底整个联准会要开会，台股接下来你该多空，在整个联准会的开会之前跟后前后附近你该多空如何操作。但我相信今天如果你看到很多的一个报章名杂志都要提出来所谓的情境分析，但是我看完很多那种报章名杂志我也不要想说是哪个报纸所写的啦，那种情境分析你会发觉就蛮好玩，是反正就是多多多，对对对，他就觉得说联准会不管是暂停升息也是多那升息一码也是多，那三月升一码升两码也是多，然后三月五月六月又升息还是多，还是多，对，那其实讲这么多真的都是那么好的情形之下吗？当然我个人会把我个人的看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动作。所以第一个整个联准会的一个升息开会前后附近台股的多空你该如何应对，当然第一个市场量缩在观望，第二个其实换个角度来讲，为什么这边除了外资可能最近你会发现从上礼拜外资已经开始转为卖方之外，那内资的部分大家期待靠内资做个撑盘的动作，但是我想内资这边应该可能除了投信之外，因为投信大概还有一个将近两个礼拜的所谓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季底的做涨行情，所以投信还有可能在做一些撑盘的要角之外，我想很多内资给开始做缩手的动作，就变得好冷淡。那为什么内资缩手？应该大家也会觉得说，这边可能要第一个要稍微提高警觉的，内资也开始提高警觉。第二个，很多的散户可能或多或少已经有股票被套牢的。不管说你可能在之前追电子股的，我相信你现在持有少部分可能跟所谓的一个叫做聊天机器的那相关概念股，它可能还有在继续的炒作这个题材，股价在创新高之外，其实你会发觉很多电子的全职股也好，不管在电子的全职股或者之前比较热门的一些车电族群或者很多电子族群，其实股价纷纷的最近都已经见到高点，下来做整理了。对，那你说很多的电子股见到高点做整理，那一定有人追高被套牢嘛。那航运类股如果你在上礼拜看到长荣的高配息的利多，你掉下去追航运类股的，我想应该也是被追错时间点了，对，也是被套的。另外也就是今天也是报章名杂志所提到的金融股的部分，那金融股如果以整体的金融股指数而言，那代表的不管是在这个月过去的三月份，甚至严格讲你今年从1月1号到今天3月20号，任何时候你去买金融股，你只要其短线有赚不跑的，大部分金融股也是套牢。那其实讲了这么多，你会发觉很多人就是电子也套人的，金融也套人的，怎么办？航运股上礼拜追高也套牢的，没听话的也套入了。对，那也因为现在开始有些股票开始套人了嘛，那越套很多的投资朋友股票越套越多，但手中的什么现金就越来越少，那你现金要越少，你当然能买的股票，等到你在那边当日冲、隔日冲，或者短线操作的股票越来越少，资金越来越少，所以成交量怎么样？开始做个萎缩的一个动作。第一个市场观望联准会的一个这礼拜的一个利率升息会后声明，第二个
这个盘很多股票开始套的，是啊、哦，那很多人股票已经被套住，没办法动的，嗯，所以量也开始缩下来的，好、嗯哦，那当然哦，待会我们再针对哦，可能投资者所提到一个问题，哦，包含联储会的动作或者金融股，真的可以捡便宜纯股投资的吗？对，因为我想、嗯、哦，整个今天也很多的爆炸名词达到，整体的金融股的股东总股东人数是创的新创新高哦，那股东人数创新高，代表很多人利用最近的金融股的回档。嗯、下去做个买进的动作，去当勇士。对，那当然我们不说长期你买金融股不能说你错、嗯、因为你长期来讲的话、嗯、我们说就算你在、哦、民国大概七十几年的时候、嗯、大概三十年前、嗯、你买到1900多块的国泰金、嗯、买到可能1000元的、哦、1000多块的三商银、嗯嗯、我们说真的你报三十年跟他参加除权除息，你到现在其实都是解套获利赚钱的啦、哦、算了、哦、对，所以你长期来讲，对，你长期来讲你买金融股、嗯哦、你几乎不能说所有金融股、嗯、大概一些比较大型的行股、嗯、你80%-90%的人是赚钱的、啊、但是其实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节目讲的嘛，啊，虽然长期你会赚钱、嗯、但是如果你有机会买得更低、嗯、你干嘛要急着下去买贵的、啊、我干嘛用时间花那么久的青春。对，其实我觉得做股票我常常在股票市场都说、嗯、不要把股票市场想得太复杂、嗯、你把它单纯化，当作一个生活，一个日常的一个生活就好了，你东西可以买得便宜，我相信你绝对不会想去买贵。当然，对、嗯、那同样的在股票市场你有机会买得到便宜，你干嘛去追高买进，不管在电子也好，在航运或者在金融股的部分的看法也好、嗯哦、那整个金融股待会会再跟大家做更、哦、更进一步我个人看法提供给做参考、嗯、另外整个一个对航运股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好消息、嗯，难得在上个礼拜五的 SCFI 的运价指数终于稍微止跌，做了小幅的弹升，是但是运价指数小幅的弹升止跌的、嗯、你看它今天航运的股还是虎头蛇尾，对，还是拉回、哦、开高走低，最后是收在平整个平盘附近、嗯、对不对？那运价的初步止跌，航运股是要拉回买还是反弹仍然持续站站卖方操作？我想针对上述的这些，我们待会在节目当中我会把我个人看法再更进一步的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嗯，好，那老师刚刚特别提到这个接下来就是最关注到的礼拜三、嗯、礼拜四这个时间嘛，联准会嘛、嗯、好，所以我们到底要站在多空怎么样应对它、嗯、好，那我想其实礼拜三应该是没有什么好特别注意啊，因为礼拜三美国股市、嗯、一般礼拜三和礼拜四应该都是一个、哦、震荡整理盘啊、嗯、因为大家关心的不是你开会的过程怎么开，是结果，而是最后的两点之后的结果，所以礼拜四礼拜五哦、礼拜四早盘，对，礼拜四早清晨两点的时候，都大概就心里有数。哦，大家关注就是在礼拜四的清晨两点的那个鲍尔主席的会后的谈话，对对对，不是升那个升一码或是怎么样，那还是结果没什么，最主要是会后的一个声明。那我想谈到整个联准会的这个会后声明，台股该如何应对？我想过去我就不多讲了。其实从整个去年八月份、九月、十月、十一、十二月、一月、二月，几乎都对了、哦、不敢说我们是神百分之百，短线每天都会看到，那么神都对，但是整个至少大趋势、大分向。都跟我们所事先跟大家所规划的是大同小异，都包含在整个年后的一个跟你讲连续上下的一个震荡。我相信其实到目前为止也都对了、哦、你看上去之后，说我也过去一个多月讲嘛，这条连线是下弯的，你上去离这条下弯连线越远，你早晚一定会再下来嘛。那你搞了半天一个多月过去了啊，不是又回到连线上下。好，那你上礼拜五因为整个美国股市的短线的一个暴涨，对不对？台股礼拜五不是涨得拉了一根中长红上来吗？是，我相信大家很乐观说我们在上礼拜讲的、哦、这还是一个反弹格局、嗯哦、上来尤其上面可能有，你不要说指数这边可能在15500多点以上，可能压力稍微大一点点。第二个，你从一个均线的角度也看得出来，整个五日线、十日线跟月线都大概纠结在这边，对，所以可能碰到这边、哦、除非你有比较极大的利多让它直接带量冲上去，不然的话你可能短线这礼拜碰到整个所谓的均线纠结的地方，可能还是有它一个短压的一个存在，还是很纠结。对，所以那回过来，其实我认为在上礼拜跟投资们讲的，如果当整个欧美银行的危机可能暂除解除的情况之下，那我个人看法就像我上礼拜所讲的，你要期待联准会这礼拜暂停升息的几率，我觉得是很低很低，而且暂停升息不一定是好事情、嗯哦、那代表可能背后有可能有更大的利空在等你，是，所以以目前来看的话、哦、整个这礼拜是清晨应该是升息一码的几率比较高、嗯、但是真的一码之后你要特别是属于说五月初联准会不会持续升息、嗯、也就是换个角度来讲，
我认为是这礼拜四的联准会的一个会后的鲍尔的会后声明说，除非他给你明确或者比较强烈的暗示，这一波的升息可能将告一个段落，那或许会以利空出尽来做反应，对，那真的或许会以利空出尽来反应。但是如果以过去的这段时间鲍尔的谈话来讲的话，虽然美国的一个二月份 CPI 已经降到 6%，他预期可能三月份、四月份美国的 CPI 有机会降到6%以下，还是5%多。但是你要想啊，就算降到5%多，我现在美国的中点利率还没有到5%，对。所以你要那种变说那种实时利率不能是负利率，是。你要那种所谓的美国的利率跟怎么样，所谓的美国的通膨率，要出现所谓的死亡交叉嘛？是。就是你的美国的 CPI 的数据、通膨数据要往下，跌破美国的利率。那个联邦那个联准会的一个基准利率是那个时候才有机会暂停升息。这个基本的观念你要懂。是。那代表是说，除非你在未来可预期的四月中旬要公布的三月份 CPI 是陡降。是。否则应该以目前的美国的情势来看，你要让鲍尔在礼拜四松口说五月份暂停升息的几率可能目前还是小，而且应该还有机会持续升息。好，这个我个人看法提供给做参考。好，那这是第一个美国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回过台股的部分，我想没有改变，就是季线上下的反弹。好，反弹完还是要小心下来反应第一季的财报利空。好，那我刚刚也开始也跟投资者讲的，现在距离所谓的很多人还在所谓的一个追逐或者说在找寻所谓的季底的法人的做账行情。好，那你说最后的这一两个礼拜的一个季底的法人的做账股，其实很多股票都应该可能在比较再冲，可能都是有限。但是你要很清楚，我说做股票不要永远只看到今天的涨与跌，或者看得太短视，经历只看到极短线。这几天可没有法人的一个季底的做账行情的股票，很多投资者想说我就冲一下，我就追一下，有赚我就跑。但是我们常对金句讲这句话有道理啊，你想的都是最美好的，对，我就来冲一下，我就来追一下啊，我有赚就跑啊，万一没赚套牢怎么办？对啊，你要继续套着抱持抱活抱，还是你要含泪停损杀出来？只能找老师寻求安慰了。对，那我觉得说其实做股票不用做的好像在股票市场把股市当作赌场一样在赌。我们说其实股票市场你可以稳稳健健的轻轻松松的投资在股票上赚钱。那如果除了说三月底有所谓的最后的一个法人一个季底做的行情，反正今天扣掉你也剩下多久，剩下九个交易日而已啦。那剩下最后九天你要再去拼最后那九天，我是没有任何意见，但是我必须把我个人的看法所看到的未来我公开的跟你做提醒的动作。四月份当放完清明年假五天五天假回来，刚好四月一号到四月五号放假，是五天年假回来，紧接着要公布三月营收，三月营收公布完，第一季财报呼之欲出，差不多，对对，而且你如果下礼拜要放五天假，说真的，下礼拜的操作难度可能稍微更难哦，会稍微高一点点，更难，更难，可能会不会有所谓的一个五天年假的一个短线的一个长线的卖压的浮现，是，对，所以我是觉得说你这边要去拼那个极短线，说真的，你想再拼到三月底的几率，也许不是那么高。那真的要如有神助。那你剩下的对，剩下没有几天的，而且你还要注意到这个美国的联准会这礼拜讲的话，然后美股会短线如何反应。然后我刚讲嘛，不管你三月份怎么挣，四月初就是要公布所谓的，三月营收公布完，四月到五月中要公布第一季财报。财报。那我相信，其实第一季财报，你觉得大多数电子股好不好看？你觉得航运股的第一季财报好不好看？你觉得金融股的第一季财报大部分的也好不好看？我想这个不用多讲，你去看一二月的营收大概就心里有数。那一二月营收你说搞不好人家三月来个什么乾坤，那个扭转乾坤 V 型大幅弹升，这个几率我少部分公司有啦，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不会。为什么？因为你从那个主计处所公布的二月份的外销订单就知道的，外销订单是一直持续在二位数的衰往下掉嘛？那我二月份订单都接得不好的，你要期望三月四月出货出得好吗？我觉得这基本的道理嘛，你都没有接，你都接不到单的，你要出货出给谁？那你接不到单，出没办法出货，要没办法出货，是出货或出得少，你要期待接下来三月营收好到哪边吗？
对啊，如果一二月、三月、三月营收一第一季营收不好，你觉得财报会好吗？啊，那老师，那我们不就是等于从现在开始要一直保守看待到四月中以后？我觉得这段时间就是你在冲高都有限。那我记得之前跟投资人讲说，很多的股票第一季财报不好，为什么之前不会跌？因为时间点没到。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反映第一季财报啊，是啊是啊，所以我股票当然是先炒再说啊。第一个炒一个年初的炒梦做梦行情嘛，是是，对不对？第二个有像你看很多题材股先炒再说，第二个我炒一个筹码面啊，有对所谓的融券的轧空强迫回补啊，那也知道四月初融券就要全部回补的近尾声啊，是是。好，第三个在炒所谓的高股息殖利率行情啊，那高股息殖利率的股票不能说全部，但是连重最重头戏的行业的股都已经公布了，对，公布了，对，所以整个所谓的高股息殖利率的一个这个行情应该也是接近尾声的，对，所以你不觉得你讲的这么多，现在唯一整个市场上唯一你还可以拿出来做多的亮点也剩下这几天所谓低基的法人作战行情啊，对，所以其实讲的这么多，我个人的看法没有改变，接下来这段时间有上来不要过度去做追加买进，对不对？是、哦、然后上来你手上持股过多的人、适当的做一些减码的动作，让自己手稍微留一点现金在口袋，等到如果这边我就想过了反弹完不是往上去，你不要想说哦，上次十二月底回撤季线上去创新高，这一次回撤季线有手会再上去创新高、我觉得不能说这个几率完全没有，但是这个几率以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可能稍微比较低一点点、我觉得这次碰到季线会反弹、我想我在记得在三月十六号上礼拜是台股大跌两百多点，我就跟你讲季线会怎样，碰到季线会有反弹，有没有季线上下会有反弹，但是我觉得反弹完之后反弹完之后震完之后震完之后再往下跌破季线的几率可能会比较 高，但是如果万一真的万一不小心，就像过去这几波关键转折，第一档叫你做多三千点、这里告诉你年线上下震荡，然后这边告诉你震荡完会下来破季线，啊，万一真的又不小心被我说对，震荡完下去破季线，请问各位投资者，如果震荡完破季线下去，你是要等到破季线跟法人一样含泪停损股票吗？当然不要啊、我相信破季线整个停损停利卖压一定会 很重啊、第二个，如果震荡完万一真的破季线，你要在低档下来，你是希望破季线停损出场，还是股票被严重套牢，还是你想要第三个选择叫做下来我有钱在低档准备买股票、对对不对？下来有钱我等第一季财报利空出尽在低档买股票，所以目前如果你是买股票满手的人，不知道怎么取舍的人赶快问专家，对，我觉得这边你稍微提高警觉心会比较好一点点、你说要真的时候我觉得好、有本事你盘啊，我觉得我的看法是你正到第一季财报公布你还守在季线、那我算你台股真的强势，那该做多还是叫你做多啊，对，但是如果这边阵亡可能往下要反映第一季财报利空，我们说俗话说的明知山有虎为什么要偏向虎山行，还是早早落袋为安、对，明知第一季财报不好你干嘛急着这边追、好，大不了等他第一季财报公布完、对，股价跌到哪不管跌到哪跌完了我再来捡便宜回去好了，就像我讲你要追在天上的星星还是你要弯腰捡钻石，对，当然是弯腰捡钻石比较轻松啊。对啊，你股票就可以以逸待劳，等到这个机会嘛，这是我的看法。但是说，如果下来要反映第一季的财报利空，其实我讲过了，电子股你要特别小心。像这种第一季财报一定不会好到哪边去，信不信由你了。据我所知的，通膨的报价还在持续下滑当中。而且别忘了，如果说这边的行政院四月份调涨电费。电费的调整对电子对一些重电业一定有伤了，对，那当然也许你会说今天可能盘面上有在反映说一些太阳能或重电的一些股票在涨，其实哦那个都是题材啊，你说电费就算调整了太阳能受惠能受惠多少，这些相关太阳能股基本面能够赚多少钱，有些话点到为止不多讲，那这些我讲过了，很多电子股这边是有些已经是先下来、跌二三十%，电子股已经开始出现了，还陆陆续续你拭目以待，尤其到整个下个月四月份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多、我会慢慢的把一些跌超过两成的股票，一档接一档的电子股拿出来跟你讲，当然我讲的我不是在恐吓你吓唬你，我也不是在什么落井下石打落水狗，我是在一直在善意提醒你要小心啊，当然说有时候股票跌深了它会有短线跌深反弹，
但是如果一些已经开始进入整理的领先已经高档转入在整理的电子股，好，你尽量短期先稍微做个避开的动作。那当然如果你有任何持股问题的你可以来找我。那我讲的我不是在看坏电子，虽然有些投资网络上很多投资会问啊，新老师你最近都没有叫我们买电子啊，那是不是你就是真的完全不看好电子？我不是不看好，我讲的我是在等机会，我可以等你呀、第一季财报利空出尽再买，你看最近你买它的也没赚钱啊，这种在底部的电子股你不用再追已经涨到天上的电子股，我们找底部的啊，本益比，而且我找的电子股本益比可能都在十倍以下、找的这种低本益比的又在低档的，但是你不用急着追啊，你看之前追的还是套牢啊，安全对，那像这样电子股你看你过去这一两个月你买它会赚钱吗？你还是套牢啊，还是套住了，那你等嘛，等第一季财报公布嘛，因为你明知很多电子股第一季财报不好，是我为什么不等利空出来再来嘛、好，那你说在等待这些电子股，很多电子股你看最近前阵子追高的都套牢，前阵追高都套牢，那我那时候跟你讲你买的航运股是上礼拜卖是赚钱的，甚至你今天反弹再来卖长荣你都还是赚，是好，那电子股我说不是不能买，等机会，但是我先声明了，你不要看着我跟你讲的股票，很多投资人我知道你很聪明，但是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我讲完，你明天闭着眼睛下去买，啊，当然你明天买的有马上涨上去赚钱，我恭喜你。但你不要买了之后，你到时候公布第一季财报利空不好，你跌下来被短套说、说我害了你哦，我还没有买。对，哪一天什么时候可以买？你等我盘中通知你。反正你对这种电子股，你对这种电子股你有兴趣的，你打电话进来找我，买点到我盘中通知你。好，这是电子股部分。好，那回过来刚刚投资朋友问到的，主持人这边也问到的金融股的部分，对不对？怎么办？金融股今天好多勇士进去。你看到整体到目前为止，整体的金融股，就像我就讲，最近这一两个这两三个月买金融股的，就整体的金融股指数而言，你只要之前有赚不跑，全部套了。那其实你谈到整个金融股，我想我在我的粉丝团，我有三个粉丝团。一个叫 FB 的股市群会，就是脸书的 FB 的股市群会。第二个叫 Telegram、那第三个叫做 Lite。我有三个粉丝团的每天的盘中讯息。在粉丝团有没有告诉你，金融股你等低配息或财报利空出来，你再逢低找买点。请问低配息大部分公布了吗？还没吧？还没啊、你看台积一公布就送你一根长黑。是上个月玉山金公布的就送你一根长黑。而且那种长黑。你都跑不掉，那直接跳空就是重挫。他只要一公布的低于市场预期，直接跟长黑就下去。背户。对，那你明知金融股去年获利不好，今年可能有低配息利空。你看我这段时间要告诉你，就算你是要长期投资的人，或者你今年想轻轻松松赚三五成的人，你买到这边，你下次等解套，人家下来买低档的涨到这边涨三成了、啊，你买这边刚好等解套。很多人投资者为什么不会？因为有些投资者都有一个，我觉得那种不是，我觉得并不能说非常好的一个观念，是说啊，信杰老师，你之前跟我们讲说金融股这一波今年免看盘可以涨三到五成的金融股，那三到五成，我干嘛加入会员？我干嘛加入你的粉丝团？我干嘛差？我就自己金融股买的嘛，就算被短套一下又如何？那你要看你买的什么点呢、啊？对你买的追的，我跌了一段，我金融股给你回档。是啊，回来人家买在这边的人涨到这边，涨三成了。啊，你买在这边的人跌下来上来，你等解套。真的，那是探杀我心啊！对，心情完全不一样。你等解套啊？是，对不对？啊，你不要说，信杰老师，你说金融股可以免看盘赚三五成，啊，我怎么买的金融股都套了？我还没叫你买啊、我还天天善意提醒你哦、买点没有到，还没到。好、那什么时候买？你看我都跟你，我没有在跟你遮遮掩掩哦，我都公开告诉你哦，低配息或财报利空出来的时候，请问财报公布了吗？这礼拜是一个金融股的法说会，法说会公布的是去年财报，我指的是第一季财报、第一季还没哦，那还久、我指的是第一季的财报哦，到四月 低配息都公，低配息都还没公布，何况是第一季财报还没公布，是，所以买点可以等。第一个，我觉得金融股买点可以再等一下，这里纵有反弹，看起来应该还是只是跌到半山腰而已，还没有修正完。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相信过去这一个多礼拜，也很多的专家，尤其很多的。到其他的一个爆炸米啊之后，财经新闻都告诉你，欧美银行股的一个利空是不断嘛。好，当然对整体的台湾的金融股或多或少一些，我觉得是心理压力影响，因为台湾对这些跑出问题的
欧美的银行其实曝险部位都不是很大，是啦，所以实际影响有限，但是除了心理影响是，但是我相信很多专家告诉你啊，反正欧美银行出事啊，那你就不要买金融，买电子啊。买电子哦，看起来好像听起来很有道理啊。金融银行出事啊，你避开金融股啊，你买电子啊，你买电子啊。但电子的问题就回到刚刚老师前面跟我们分析到的了、啊。我跟你讲，如果就一个、啊、第一个短期间第一季有电子股第一季财报的问题，利空是。其实我再跟你谈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啊，如果真的哪一天哈、哦、欧美的金融体系真的出事了。你觉得覆巢之下会有完卵吗？你还觉得买电子股 OK 哦？真的美国哈、哦，真的美国哈、哦，跟银行倒大的银行给倒两家，是。你看台湾电子股会涨还会崩？好，我就刚刚跟你讲啊，如果你不晓得，因为有些投资者你可能是这两三年才进来股票市场的新手，或者你可能在股票市场可能是十几二十年老手，但是毕竟已经试过金钱，2008年跟现在2023年的。已经过了14-15年，你已经忘了那个、嗯、可能已经忘记那个惨痛的教训，忘了那个痛了。你想一想啊、嗯、你看我讲的对不对，2008年金融海啸雷曼兄弟倒闭的时候、嗯、你觉得当时电子股有涨还是崩？崩得很惨、啊、崩得比金融股 惨、哦、人家金融股可能 跌五六成、嗯、电子股可能跌八九成。所以你千万，我为什么今天先给你提出来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有错误的观念。因为我看到很多专家，也许他可能是为了做生意收会员，嗯，好、哦，一直跟你讲买电子买电子，好、哦，也许他可能真的观念不是很正确，哦，看似听起来有理，哦，金融有问题，你就什么金融有问题，那你不要买金融，你去买电子，嗯、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万一真的出事，嗯，真的景气大衰退，你觉得电子股撑得住吗？对不对？想想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嗯，电子股最后是崩多惨，对，崩多惨。很多人说那一波崩下来是倾家荡产，真的大有人在。因为电子依赖外资蛮大的比重，不要说那个不是外资，电子是外销。哦，对对对，就是外销。欧美银行都出事的，国外的太多了。欧美都出事的，是。他们七家都没有搞过法官。对啊，你都已经出事了，我还有钱建议钱给你买这些消费型电子哦，还买什么电子什么样的电子都一样啊。嗯。哦，但是我话就点到这边，金融股买点可以再等一下下。等我通知你。 好，那你说除了金融之外，投资人也关心的航运类股的今天的运价稍微初步止跌，可不可以买、嗯、我想我之前跟你讲的，你看我跟你讲买进的时间点、嗯、卖出的时机点，你看我都行情都事先规划，你看包含在大盘指数也好，在电子整体的电子股指电子股、哦、或者在金融到整个航运类股，对不对？那低档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买，147我带你买、嗯、对，上来对不对，当天跳空大涨，我叫你卖。那我这一张图我稍微停一下，我要跟你再跟那个投资人分享一个观念、嗯，这个观念很重要，你等一下马上就会用到。哦，因为时间关系，我有些投资就不重复讲。你看哦，你等到公布靠配息利多、嗯，第一个股价有没有已经大涨一段的？是。所以你记得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跟投资人你怎么分享吗？股票90%以上，永远是在反映未来。对。股票一定是事先会反应，嗯，全市场知道你有高配息利多，股价一定先买再等你，嗯嗯。而很多投资人都有一种比较不好的观念，可能就是没有看到真正高配息利多出来，对，你不敢买，半信半疑。人家说眼见为凭，对，你都想说等到眼见为凭，你都半信半疑，是。然后等到真正利多出来。美孚啊，还都最高的，金呢？就好像现在很多电子股在跌的，在盘跌的。我跟你说，电子股第一季财报不好，你不要说等到看到第一季财报的公布，真的利空出来的时候，你才吓一跳，再来不及了。真的，股票都是先反应。好，这个很重要观念。好，那过去的哦，股价在反映未来哦，你千万不要等到利多见报再去追，你都很容易追在短线甚至波段相对高档。好，那我们147带你买，179叫你卖，阳明哈90叫你卖。60块叫你买回来，上来72叫你卖。好，那这今天上礼拜我的运价初步止跌、嗯、但是我会告诉你高配息的利多短期已经出尽了。哦，这边就算再搭上来，不管有高无高再上来，我觉得你应该是手上有的人尽量做减码、嗯哦、你看连续第一天我叫你卖航运的时候是在这根 长红棒跳空大涨的时候创新高，我告诉你公开告诉你卖航运，
对不对？而且我是在粉丝团公开告诉你。嗯。第二根长黑，我有没有在上礼拜是叫你卖？没有吧？我是等到这边短线再反弹上来，我才告诉你，你反弹上来再来做减码。好、哦，所以对整个金航运类股，个人看法，航运第一季财报也不会好了。嗯。好、哦，除夕前会不会有大量气息卖压？配这么多，我相信一定会有人不想参加除夕。嗯。对，嗯、你要课健保补充费，要课所得税也好，一定会有。好，那所以我对金融对行业的顾客看法是，操作建议反弹分批往上找卖点，嗯，啊不要急着拉回找买点，好、哦，你真的啊高档套牢的人，你若舍不得卖，你会报上报下，你往上卖，你真的要买，你等年中气息卖压出来的时候，我们再考虑要不要逢低把它买回来，嗯，好、哦，所以如果你有还现在手上还有行业内股的人，不管是之前低档买赚钱的，或者上礼拜追高被套牢的，或者之前在更高被高档套牢的人、哦、怎么办？有航运类股这一波怎么卖的人、嗯、你想更进一步了解的，你相信老师我盘中提醒你卖的人、哦、你欢迎来找我。那最后再稍微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哦、那我们刚讲嘛，股价事先反应是对，航运股等到高空空高配息利多，当天是最高点，对。那如果大洋呢，如果预计、哦、预计第一季到第二季、嗯、要拿到建造，上半年要拿到建造，你觉得股价要等到拿到建造才会涨吗？当然没有、啊、我想绝对不会，你涨在前面给你看的、啊。嗯，那如果明知大洋已经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对，越来越近接近取得建造动工的时间点、嗯、你自己要逢低买。好，那针对因为时间关系，这个我明天再跟你再稍微做个比较详细的一个分析的动作、嗯、总之结论，大洋我觉得拉回可以买，千万不要等到建造公布才来买。那如果你对新杰老师的操作兴趣啊，理念有兴趣的，你可以跟着新杰老师的脚步一起来操作，好不好？谢谢大家。好，非常谢谢王新杰老师，同时也非常谢谢您的收看。真的，关键的买卖点太重要了 ，timing 可能还没到，跟准专家就对了。明天下午的2:40，也请您持续锁定《就是要赚钱趋势百分百》，我们再回来，拜拜。